为了促进世代之间的融合，客家区新营社区举办亲营共创家庭日，透过长辈甲囡仔共同表演甲互动，展现无同年龄层之间的互相合作。除了是借着活动鼓励囡仔伫放暑假期间会当加陪伴厝内底长辈，也是希望加当增加长辈愿意行出家门的意愿，创造一个活力闹热的社区。长辈甲囡仔伫台前表演一出戏剧，看起来有讲有笑。这是客家区新营社区为了促进世代之间的良好甲社会参与，特别举办亲营共创家庭日，互无同年龄层的居民共同参与。现场气氛是热烈滚滚。今天的主题吼是同手吼齐心大丰收，这就是讲咱老伙仔、少年的，大家拢做一个融合啦，世代融合吼，和这个咱这个家庭吼，咱这個社会会当更加和谐。你那看到吼，咱较拄啊，伊所展示出来吼，展现出来吼，就是拢甲人无共款，就是吼吼和乐融融啦吼，啊吼咱这个家庭也得较幸福、较美满吼，啊这個、社会佫较祥和。为了要鼓励社区长辈参与活动，新营社区透过多元化的互动方式，互关系更加紧密。在活动中会当看到长辈甲囡仔欢喜互动，展现世代之间的合作。在今年五月之前，这里是没有小朋友的笑声。对，那长辈来活动之后是开心的，因为他们喜欢表演，跟我一样爱线。那我会带他们出去表演，他们是开心的。可是好像是又少了一点什么。后来有了小朋友进来，发现他们更有活力。原来小朋友是可以足够的去排除他们的孤独感。在这个互动中，长辈也会哎，干嘛这孙子乖啊呢？那小朋友因为这样子知道说，其实老人家没有那么讨厌，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这一次哈举办这个活动哈，这就是希望说，社区的那个长者跟小朋友大家能从家里走出来。然后大家互相融合在一起，让这些那个长者知道要怎么样来跟更了解要怎么跟下一代尤其隔代来相处。透过趣味活动设计，宣导长者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也是借着活动，给囡仔伫放暑假的期间，多多陪伴厝内面的长辈，增加世代之间的感情，进一步创造一个和谐互助的社会。记者沈伟，客家区采访报道。